啦，咁亦都係皇上哥哥咧打死呢個問題。咁啊，好多人好奇怪，點解明明上次做三日，點解今次得兩日咧？其實係因為本來皇上哥哥咧就有個工作接咗嘅，咁但係因為佢接咗工作，而唔可以知道係點樣情況，咁佢好盡責噶嘛，咁於是咧就唯有推咗呢一日。咁我非常之榮幸，亦都請到龍哥去為我聽日演出嘅。咁喺度好多謝趙平哥幫呢個演出啦，三百八，好尊敬嘅，係唔係？咁啊，紀平啦、阿希啦、國華啦，同埋所有嘅學前學後，仲有權哥啦、豪哥，所有嘅音樂，咁啊，仲有今日好辛苦嘅龍虎同事，咁喺度多謝你哋呢兩晚演出。雖然今晚唔係龍光演出，但咧就今晚咧就係啦，紀平嘅老公。阿霆鋒寫的一套新戲，如果大家有時間嘅，都希望你哋嚟支持，希望你哋繼續支持粵劇，支持喺呢個疫情之下仍然堅持